最近的宅神爷，我有点想要，就是把排行榜全部都讲完。对啊，可以吗？可以的话，我们就先讲排行榜哦。哎，带去排行榜听玩家，要不要？还是大鱼日排行榜玩家？大鱼什么大鱼日排行榜第一玩家？等一下啊，来动我星球第一名的玩家，我有点想把排行榜出掉啊，因为我觉得排行榜也算是蛮重要的题材啊。这个是有名字哦，欸，说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他的鱼有名字欸，因为很多游戏的鱼都没有名字。对啊，说明给我。有他有名字，欸，这边有写。我们今天遇到有钱人啊，他怎么这么千金？